绳子好了吗？好了。你好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我们木卓呀，真是乖，又在帮妈妈干活了呀。哎呦，还搭了个小房子啊，真能干。妈妈下地去了，你跟弟弟啊，不要出去乱跑。好的，妈妈。弟弟，哥哥教你去踢足球吧。好啊。哥哥去帮你捡。弟弟，我拿到了，哥哥好厉害。小田，你哥呢？你哥呢？我哥掉水里了。啊！部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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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的部长！部长！部长，你在哪？部长！部长！你怎么了？过来！部长！你怎么了？啊！哎，媳妇儿，搭把手，把这袋给我招上来。你还怎么加呀？你的腰本来就不行。哎呀，儿子现在长大了，咱们呢得多凑点钱给他娶媳妇儿，这点算什么？来，上上，一二三。哎呀，老头子，看我没有事儿了啊。哎呀，岁数大了，腰不行了。我是老毛病。哎呀，你这是还不要命了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咱现在啊，好不容易盘出来个大学生，这孝年呢，是咱们整个村里的骄傲。咱把他供出来，以后啊，他会孝顺咱们的。等以后孝年娶了媳妇儿，再生个大胖小子，咱就不用这么辛苦喽。到时候。咱还得给他带孩子呢。行行行，干活了。哎呀，不行也得行了。哎，媳妇儿，你把这些呀、啊、赶紧弄了，我呢把鸡蛋卖了，赶紧还得往工地走。二嫂，哎呦，你小心一点。啊。好。死之前，我唯一的心愿就是能看到我儿子结婚。孝年知道咱们去看他，他一定会很高兴。走吧。妈妈不疼。妈妈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玩火，都是我害得你和哥哥都被烫伤了。
现在好难看。不难看，这是我们一家人的标志。以后无论天南海北，我们都能找得着。穆昭，我们快去医院吧。秦总，这些年你一直在找你的父母，可是一点音信都没有。生而为人，应当感恩。百善孝为先，先敬父母后敬天。我不管他们有没有找我，生养之恩，断头难还。我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找到他。老头子啊，这城市印象里就是不一样啊。是我哪里走啊？咱们找到儿子，咱就有家了。这边走。哎，你拿着。啊，去哪儿啊？哎，媳妇，你看看这地方啊，新城花园啊，我知道这个地方可远了。怎么，你们没人接吗？我儿子。妈。对对对，我儿子啊，不知道我们来了，他知道啊，一定会来接我们的。我们俩呀，不想给他找麻烦。一百五，多少？没钱？你们当我是慈善机构啊？你们滚！秦总，后遗症又发作了。刚刚那个伤疤好熟悉，感觉跟我手上的一样。快，赶紧叫人去给我调查清楚。是。那套婚纱才5万块钱，你这么抠做什么？一个男人一点都不大气，以后怎么成大事啊？听我说，志威说的没错，这点钱对你来说应该不是个问题。爸，这只是……只是什么？我女儿从小娇生惯养，这一双鞋都要10万，一套婚纱你都舍不得。告诉你啊，小年，我们是看得起你才把女儿嫁给你。爸妈，这件事情我想办法。爸妈，这婚纱的事情我自己来想办法。你先回去。走了。算你识相。哎，慢。爸，你们怎么来了呀？爸妈想你啦。这些年你哥不在了，我们在家也没个依赖，和你爸合计着来城里找工作。这是我们这些年给你攒下的钱。找工作？哎呀，你放心，我们不会耽误你的。我赶紧走吧，不给我闹事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。来，拿出去。这是什么？没什么。什么？你生病了，怎么不早告诉我呀？都跟你说了，别告诉我儿子，我都快死的人了，怎么能给儿子添麻烦呢？这下好了，儿子还得花钱给我治。爸妈，把这个签了。爸妈都不识字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医疗合同，医疗合同。儿子，你为妈花这些冤枉钱了？哪里的话？无论花多少钱，我都很认真。这
我应该，我和你爸来就已经做好了，在附近租个房子，不给你添麻烦的打算了。我这病不治。爸，你劝劝我呀！哎呀，老婆子，这也是儿子一片孝心，让儿子现在啊有出息了。 好，好，好，在这，看个好日子。爸，妈，我公司有个大项目要谈，我先过去一下。 秦总找到了，秦总找到了，快给我！这些年你爸妈一直在找你，只是他们能力有限，又要拖着你弟弟。小年长大了，爸妈也老了。对了，我弟弟怎么样了？ 听说他要和许家离婚，许家这些年一直不顺，要不……既然他要成婚，那我这个当哥哥的自然要送上一份大礼。昭雪集团现在所有产业开始脱离，我要亲自送到他的婚礼现场，送给我弟弟，接回我爸妈。昭雪集团市值可是百亿，千金难买血肉至亲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我还得帮您做一份亲子鉴定，确定一下他们的身份。去吧。是。 来，什么？昭雪集团的秦总要亲自来参加婚礼，而且还有大礼送上。没想到雪山十里如此凶，就连昭雪集团都会来参加婚礼，那我以后岂不是？ 平步青云了，明白明白，我一定精心准备。是是，你的婚礼秦总要亲自参加，到时候你可得精心准备啊。放心吧，爸。哎，对了，小女人，一直听你说你父母都是省城的大官，就是一直没机会见，这次婚礼我们能见到亲家吧？对呀。就是啊，老公，我还没有见过你父母呢。他们。 他们会来，他们肯定会。来，大家坐好，大家好。来来来，庆祝一下。千万记得，到时候要给我穿的好一点，说话谈吐呢要求高干一点。哎哎，好。这点钱，这只是预付，演的好的，我自然归你们加价。哎，好好好。 放心，儿子肯定会给你保密。现在秀敏长大了，在城里也找到工作了，唉，也是好过。
也很有出息。是的，是的。那是孩子吗？哎呦，这是孝年！哎呀，这是孝年结婚了。哎，你说这孩子结婚怎么不通知咱俩呀？我们进去问问。哎，走走走，找死呀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们赶着参加儿子的婚礼。是，神经病。各位来宾，各位亲朋，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新郎新娘入场。听清楚，您二位身居简出，是这一手遮天的，不能成为亲家，实在荣幸，荣幸啊！孩子来了。各位，今天呢，首先我要先感谢两个人，听见没有？儿子还是念着他们，这要感谢他们了。他结婚怎么没有？这孩子也是太粗心了。那我们进去吧。结婚当天父母不在，被人说出去多笑话呀。就是。在走之前，你看到儿子幸福的样子，我这辈子就知足了。这两个人就是我的爸妈。儿子，儿子，干什么呢？找我儿子。对呀，我儿子，哪有你儿子呀？走走走走。那是我儿子呀。台上结婚的就是我儿子呀。儿子，那可是许家的金龟婿，人的父母那可都是达高显贵。走走走走走走走。你爹是搞错了，他就是我儿子。儿子，赶紧上去，儿子，儿子，儿子。小年，谁在门口闹事呢？怎么，你认识他们？我们的婚礼可是全城最高规格的，更何况今天秦总还会来。哎、小年，赶紧去解决一下啊！快去。好。儿子，儿子，小年，儿子啊！老板，实在拦不住啊！他们说是您爸妈。小年，我是妈妈呀，从小到大都是我拖着你啊。是啊，小年，你结婚怎么不告诉我们一声啊？哎，这两位是？这叫什么叫？说话！这两个是我爸妈。什么？你说他们？是你爸妈？当然了，那我们是？难道忘了你妈我为了跟你在天上去的一双手都蒙成了茧？你爸为了你上大学的时候能在学校一个月有5000块的生活费，也是全校高家教从几十米上面掉下来，酸的三个肋骨啊！我们不是你的爸妈，我们是什么？啊、是他爸。你是他妈，我
儿行千里，母担忧。我和你爸没有其他依靠了，你哥他走，妈也没多久可以活了。走之前就想看看你结婚，就想坐上那个位置，看你和儿媳妇给我们敬一杯茶。少年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真的是你父母？你从来没跟我提起过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爸，这位，这怎么可能了？我来解决啊！我说你们能不能别在这儿闹事？我很重要，他们今天秦总都要来了。你说你是少年的父亲，拿什么证明？有，我有，我有。这些都是少年小的时候得的手过，是他读外国语小学的时候，劳动节公益奖的奖状是在这儿。在中学的时候，奥林匹克数学奖，这个高中的时候，五好学生的奖状。少年，这些爸爸都没舍得扔，都给你留着呢。这些证明不了什么，不过如果你想证明少年的血缘关系，也很简单。好啊，再问你一遍，他们真的不是你父母？再问你一遍，他们真的不是你父母？肯定不是。好，拿着。爸，这是。都说儿女是父母身上的一块肉，十指连心。如果他们不是你的父母，那你应该知道这个。爸，这我为什么是？待会儿秦总就要来了，如果让他看到这样，我们许家还有你，还有在座的斌哥，只有一次见到秦总的机会，自己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我知道了，我不是你妈，他也不是你爸。我们不该来，我们老了没有用了，给你添麻烦了。你走不走？你走不走？不走是吧？我秦总，秦总鉴定出来了，他们确实是您的亲生父母。儿不嫌母丑，你在干什么？我来晚了，你还算是个人吗？孩子，你是今天来的宾客吧？你犯不上为我们出头，这许家将来别大了，惹不起啊！是，是。是我们认错人了，一个小小的三流家族，我根本就不放在眼里。小年，你没事吧？啊？这疯谁呀？下手这么重？不认识啊？爸，是您叫来的贵宾吗？哼，别看他穿着一身名贵的西服，但跟两个乞丐走这么近，我相信你不是什么有钱人，我怎么可能会认识这种垃圾？那他就是跟那两个老乞丐混在一起，我来抢劫的了。我看是这小子，什么阿猫阿狗都敢来这里闹事儿，把他们给我带出去，给他们点颜色看看，我看谁敢！小伙子，
已经犯过杀父母的猪头啊！对了，你牵连你，你还是赶紧走吧。我就算是被他们打死，也无所谓。不，我一定不会再让你们受到任何欺负。于少年这个畜生，把你们死光，我不管！ 他们是你什么人？保安，保安，保安！别说保安，这些耶稣来了也救不了你。我说呢？我认了，受过的罪，一笔都给你讨回来。先保不了你，我来保。你罚？你拿什么罚？你干什么东西啊？我看你跟那两个老乞丐混在一起，你一下子。 我要想弄死你，我会几分钟爆发。下等人，你很喜欢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啊！我看你们许家也不算什么东西吧。像你们这种卑微可怜、无权无势的人，就是下等人。我们许家资产过亿，有钱又有面子，就是中等人。至于上等人，就是我们许家上面的秦董，他肥肥便便就能和我们许家签下10亿的长期合同。别说是上。 就算说他是财神爷，不为过吧？如果我说，我就是你们口中的财神爷呢？你是秦慕昭？哈哈哈哈哈！小子，别妄自尊大了。要是秦慕昭，老子还是玉皇大帝呢。我差点忘了，你们一个小小的许氏，不过就是个三流家族。就凭你这个三流家族的家主。 也没有资格见到。不过今天我给你机会，我就是昭雪集团的头目秦慕昭。至于你们许家上下，还有这个于少年，野狗上之，饮水思源，家犬不会数典忘祖，唯你不敬父母，不懂感恩，忠狗不如。 从今天开始，我宣布，昭雪集团和许氏的合作作废。<笑>小子，你要笑死我吗？啊，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？说作废就作废了？你是不是演着演着自己就当真了？还真以为你是秦总啊？老子告诉你，今天昭雪集团会派商务副总杨天硕亲自来与我签订10亿的长期合作，这。 也是我们许家音乐成为二流世家的机会。没错，许家将会在昭雪集团的保护下蓬勃发展，而你们这些底层的垃圾，尤其是你，到时候让杨总查出来你冒充秦董，就算许家制裁不了你，昭雪集团也不会报复你。兄弟，他只是帮我们出出头而已，这事跟他们没关系，他是无辜的。 给你岳父岳母说说好话，发发慈悲，把这孩子放了吧。现在知道惹上麻烦事了，给他求情，欠债还钱，杀人偿命。今天你走不了，我也不会走。是你妄自，忤逆不孝。孩子，这是我们的家事，不要因为这次我牵连了你，你快点走吧。孩子。 别管这些了，妈，辛苦你了。这些年，于小燕在你身边吃血喝肉，你们教育不了他，我来教育。孩子，你说什么？妈，我是穆昭。 穆昭，穆昭，穆昭，我的孩子，真的是你啊，我的儿啊！妈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不会再让你们受到任何一点欺负。这些你也不能去，我的儿啊！
妈，你头发上面怎么了？你被子很重要。查出来了，都害怕了。妈，你在我心中是这个世界上最美、最温柔的女人。你一个孩子不在身边，亲切备至。一个孩子一直在身边，却是个白眼狼。今天爸妈都老了，长孙为父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他们是你什么人？又臭又穷的臭乞丐而已，你还不快滚！待会儿青总来了，没你们好果子吃。原来你今天不认爸妈，只是因为秦总要来。只是，你知不知道秦总到底是什么人呢？二位，我觉得他根本就不配做你们的女婿，一个连自己亲生父母都不认，他怎么有资格？他根本就不配。还有，这两位根本就不是他们的亲生母亲，他们才是我的亲生父母。还是他的亲生父母？不是他，不是这样。各位，他不是这样的。爸爸，要是你不好，赶紧下去休息。刚刚说什么？你刚刚说什么？他们是你的父母，也是我的父母。不是这样的，我告诉你，我于少年没有这样的乞丐父母，没有。你说什么？这怎么叫你废尸呢？父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，急需秘密缝，以供之之贵。谁言寸心，报答三春晖。我是孟广。这是我的妻子，我今天就要让你知道你自己错在了哪儿。妈，打扰了，拿去做 DNA 检测。你这个畜生，敢这样对自己的亲生父母！看看到底怎么回事。爸，对不起，都是我，因为我孩子没关系，反倒是父亲对不住你，爸不应该怀疑。爸，妈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哪儿？你早点起，还得下地干活。活注意一点。孩子，这是孩子。哎呦，这孩子真是。哎呦，海大爸，谁家的孩子呀？不要了。这么可怜的孩子，这谁扔这儿的？要不我们收养吧。不能让这么小的孩子在这里挨饿。哎，行了吧，家里一个木桩都不好养活，你再捡个孩子回去，这日子怎么过呀？怎么就再节省一点？总不能让这么活生生的小生命就这么不要了。就是啊，苦了我们木桩了。DNA 什么 A 呀？妈 ，DNA 是一种检测手段，它能检测出跟他的血缘关系。什么？又错了吧？哎，错了，错了。妈，放心，我来处理。少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难道谁是他们的儿子？那
刚才那对夫妇他们是，怕没有的事儿啊。DNA检测到了，我看你怎么解释。爸爸，他们根本就不是老四的爸妈。于少年踏入豪门，对于你来说真的就这么重要吗？ 你有没有想过，秦总愿意雇你们许家是为了什么？那自然是因为我们许家身份高，实力强。秦董信任我，<笑>你们许家算个屁！妈，我说算个屁！你，于少年，你现在开始着急，跟爸妈和我摆脱关系了？我告诉你，晚了，等会儿就有你后悔的时候。 这亲子鉴定是你做的吧？你看看你，总不能颠倒黑白吧？穆少，要不算了吧？就当我们没有养过他。雨山，穆少，我们走吧。敢走？没钱人，光靠一张嘴在这混吃混喝吗？妈，我们还不能走。你说的对。 我们不能走，等我跟你断绝了关系，再走。从今天开始，我秦雨山跟他断绝父子关系。 恩断义绝，你不再是我的儿子，我不再是你的亲爹。看到了吧？看到了吧？你们根本就不是老四的爸爸，不是！ 真是，杨玉珍，就不是人了。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子了？够了！从刚才开始，你是对我已经够容忍的了。现在赶紧走，来人，把他们给我轰走！没这样的儿子，告诉你。 我走了，不愧是我的好女婿啊！啊，你们看，对两个乞丐都这么有同情心。就是啊，也不看看你女儿什么眼光，就是这两个乞丐真让人恶心。但我好事，乞丐，我们虽然这儿，但不是乞丐啊。 这些钱就当是我给你们的。真是个大善人，大善人。他们不懂事儿，社会的险恶你是知道的吧？过了几天，婚礼过后，我就会问候他们，到时候我少不了你们好处。是吗？ 当然了，今天这场婚礼，他会来一个鼎鼎大名的大人物，那可是秦董。这点钱你就想打？你仔细看看，站在你面前的是谁？你，你不是谁呀你？我说过，你会为你说过的话付出代价，因为我就是你眼里高不可攀的亲。 从今天开始，昭雪集团断绝和许家的一切关系，全程封杀。从今天起，你给不了父母的我给，你照顾不了父母的我来照，你还不了的恩情，我替你数倍、十倍、父母之恩，大过于天。啊，爸，等等。 你说什么？我承认你很好面子，
你的爸妈，这两个叔叔阿姨在我能受了委屈，你想要报复，但是你不能吓住。对呀，什么样的父母养什么样的孩子，跟我女婿啊完全不一样。现在看来啊，我这个好女婿还真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上的。有你后悔的事。 断绝和许家的一切合作。你不是要结婚吗？你不是为了面子和地位不要父母吗？现在面子和地位都给你，看你也坚持不起来，就疯了吗？真以为你说什么我们都信是吗？就是一个乞丐的孩子，怎么可能是大名鼎鼎的秦总？你们！ 滚！秦董今日亲至，我看谁敢在这里闹事！秦董今日亲至，我看谁敢在这里闹事！杨总，新婚快乐！谢谢。杨总，您总算来了。秦董让我。 把合同亲自送过来。看到了吗？我即将成为昭雪集团的大红人，昭雪集团的大红人，恐怕不是了。我要你断绝和许家的一切合作。我，杨天硕，昭雪集团商务经理，为什么要听你这个低俗货色的话呀？哈哈哈哈！听到没有？啊，他根本就不认识你。装什么装呀？在我女婿面前还装什么大尾巴狼？ 别在这装了，赶紧走吧。底层人，看来我这双手天天忙着打天下，忙着赚钱，忘记整顿公司了是吧？苏秘书，秦董，通知人事部，开除经理杨天硕。是，秦董。开除经理杨天硕，你有什么资格开除我呀？我告诉你，这合同我还就签了，签完以后我就会。 告诉其他股东，就算宁三头六臂，你死定了。我劝你，否则后果……我今天还就签了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够了，女儿，我们许家就飞黄腾达了，太好了吗？稍等。喂？什么？ 我被开除了，不是，刘总，我是做错什么了？是，杨总，杨总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我被开除了，实验室调出我10年来所有的项目，我有挪用公款的嫌疑，而且他们还要起诉我。什么？难道他真的是秦董？ 难道他真的是秦董？不可能！还是我真的是秦董，你怎么会替两个乞丐出头啊？对呀，他是那个乞丐的儿子呀！不，不可能！这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是大名鼎鼎的秦总？怎么不可能？我现在发现你不仅是个畜生，甚至比畜生更龌龊。刘成，你这是……妈，妈。 这些年我一直都在找你们，是你们从小对我的殷殷教诲，才会有我的今天。太好了，我们的儿子有出息了。妈，妈，这里的空气到处都是噪音，我一分一秒都不想待。咱们走吧，哥。 秀宁，你这妈，爸，一开始就是我错了，就是我亲哥，血浓于水，是我一时糊涂。难怪呀，那个，哎，管那么多干什么？我们的好女婿可是秦董的亲弟弟，这下我们家发达了。秦董，我们也是不打不相识哈。你说什么？我没听见。我说，你是我哥呀。那既然我是你哥。
你说他们真的是你爸妈？这老公，他们是你爸妈，你一开始怎么不说呀？，原谅我们好，原谅你，可以。 秦总，你这还不认了吧？爸，是我不对，是我助幽蒙了心，不认父母。妈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是，我没事。 伤医，人之初，性本善。妈，爸，我错了。从现在开始，秦家的大门永远不欢迎你。妈。 要不就算了吧。你说什么？儿行千里母担忧，养儿防老，父母恩，他毕竟是我们一手带大的，手心手背都是肉。妈，你难道忘了他刚刚是怎么对你的吗？ 他毕竟是你弟弟，他还年轻，犯错也是正常的。而且，穿的也太寒碜，他不想认我，我也能理解。妈，我是少年。 可怜的少年，妈，我是少年，我是少年，妈，哥，妈，别忘了，你头上的血是谁造成的？妈不疼，妈没事儿，要是你犯了错，妈也一样会原谅你的。 求他，求他妈救你吧！妈，你快起来！你还快劝劝穆昭啊！爸，爸，我的日子不多了呀。穆昭，这次就算了，就当。 我妈欠你的，我知道我是为了我们好，可是你妈这辈子最大的心愿，就是希望我们一家团圆。如今你回来了，咱们这一家就团圆了。妈，爸，原谅少年，少年不行，你妈，爸，妈。 公司在海外有个重要的会议要开，我必须要去一趟。放心去吧，家里啊有我呢。少年，哎，一定要照顾好爸妈。这张卡里有100万。
这是我别墅的钥匙，还有我的车子，拿着。我走之后，赶紧把爸妈接回去，照顾好他们。钱的事情你不用担心。放心吧，哥，我办事儿你还不放心？好了，爸妈，慢点，哥。 我呢，先去哥里的别墅熟悉一下。我待会儿回来接你们，你们在这儿别动。啊，哥，我求求你，行吧。谢谢儿子，谢谢儿子。从小你最懂事，希望你的懂事不成坏事。 还不快起来！快谢谢哥！谢谢哥！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，一家人就好，团团圆圆。